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相信这几天啊，大家都在持续关注着东部战区展开的环台岛演习。今天演习进入第二天了。从演习的地点分布，还有这两天演训的内容来看呢，特点非常的明显，那就是战巡进逼，全向围岛射压。演习的名称叫联合利剑，这个名称也说明了，这次就是利剑出鞘，联合作战，针对性很强。今天多军兵种部队就对台岛以及周边海域的关键目标实施了模拟联合精确打击，目标很明确了。这儿还有个细节，就是今天参演的徐州舰和台湾地区的宜阳舰目视距离大约只有5海里，徐州舰向宜阳舰实施了战术机动接近。所以说这次演习的内容非常丰富，传递的信息也再清晰不过了。前两天针对美台勾连策划的蔡英文过境窜美的闹剧，中方对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出台了反制措施，三箭齐发。我们看到制裁之箭精准出击，演习利剑精确打击，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全向围岛持续进逼的态势已然形成。还是那句话，台独是一条绝路，以美谋独也不可能有任何出路，只有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这才是正道。